来接受最珍贵的礼物。声音越大，越会收到这个珍贵的礼物。有请李杰老师带你的团队上台来，我们送礼给你们平安和喜乐。献上一首。Mr. 李杰 and his band。
接下来由我们美国长瑞宗校友会会长陈金平先生上台致贺词。Now please welcome our first speaker tonight. 美国长瑞宗校友会向莅临今晚联欢会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表示热烈的欢迎。美国长瑞宗校友会诞生于2000年，如今已经是17周岁的花样年华。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广大社区侨领的用心指导，感谢你们的支持。同时，我也感谢参与今晚联欢会的筹备、运作、排练以及演出的所有的艺术家们和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感谢你们展现了我们长乐一中的精神风貌，你们的辛勤付出将带给晚会的圆满成功。现在有请美国双托文教中心的董事长郑德成先生上台致贺词。虽然我们没有骄人的前途，不过我们也力所能及的，也做了对侨事，也做了一些对侨社的进步和和谐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在此恭祝各位家庭幸福、快乐、健康。同时，我们有个美国岁月的作者林世玉小姐，我们今天有一些义卖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出口那地方，我们一本书是卖20元，他们也对我们的会也有一定的支持，谢谢他们，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的光临。我们英文部的老师卢卫青老师上台领奖，谢谢。三国文教中心长乐一中的领导前辈们，尊敬的各位嘉宾、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很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荣耀跟信任，我真是愧不敢当，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做一个阳光骄傲的福州籍中国人，或者我们所有的也是其他的中国人一样，非常感谢大家。我们母校来的张慧欢老师代表母校老师上台讲话。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would like to present to you a congratulation letter from 长乐 First High School. 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校友们，祝长乐一中的校友会队伍越来越壮大，商拓文教中心越办越好，谢谢大家。由陈本通学长宣读总大楼我们母校跟那个教育局发来的贺信，有请。是来自长乐市教育局林庆勇局长的贺电。长乐市教育局贺电美国长乐一中校友会美国三托文教中心也发来的这个贺电，因为时间关系，不再一一再念。愿最美妙的舞姿，舞出多姿多彩的新生活。用时代的最强音，讴歌幸福美满的新世界。好，下面请欣赏由晚会导演组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让大家到时欣赏别开生面的文艺大餐。首先，请欣赏由美国华人合唱团为我们带来气势澎湃的大合唱《红河谷》，指挥施伟银老师。
位嘉宾，掌声有请。轻轻池塘，鸳鸯近水流，湖上。Oh!
有请孙老师。Thank you.
路并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
项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歹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开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吃，嫌某生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细仔狗，水某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感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歹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开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吃，嫌某生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细仔狗，水某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嫌菜煮了无好吃，嫌某生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细仔狗，水某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